上周呢，有一个客户向我咨询人力方面的税筹，问我啊，最近流行一个概念叫做灵活用工，因为它是服务型的企业嘛，所以员工非常的多，不知道这个形式是不是适合他自己的公司。其实啊，现在市面上劳务概念非常的多，什么灵活用工啊、人力资源外包啊、劳务派遣啊，这些概念现在市场上你能搜到的解读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大家最容易混淆的就是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这两个概念了，虽然他们在架构上非常的接近，操作流程上呢也有一些类似，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灵活用工呢是基于企业与个人的需求为核心，并且是建立在正式的业务合作基础之上的，但是在这种模式下呢，企业是不必承担劳动用工风险的，不但用工成本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还可以合理的获得进项发票，而个人到手的收入呢也会更高。它与传统的劳务派遣最大的区别就是把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而劳务派遣呢就比较传统了，仍然是和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把劳动者派到用工单位。所以说哪一种用工模式是企业的最优选，是要根据业务场景和业务方面的各种需求对比出来的，各位老板一定要擦亮双眼搞清楚再转舵。镜头前的你又是怎样的想法？欢迎关注、点赞、加评论。